高兴能够就有很多第一次来哲庐的举手一下啊、哦。对，因为我发现蛮多生面孔的哦，那可以放下。自己要坐下。没关系。OK。想坐的好，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是都是赵德胤的粉丝哦。那但也有人可能对明理不是很熟悉，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他一下好了。那个大家知道。MIDI 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说在缅甸语是，如果有说错，你要纠正我一下。就是缅甸语的意思就是微小小小孩的意思，那有点像是说为了要把这个孩子养大，然后用一个比较可爱的名字，然后希望他能够长得很好，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阿迪亚或者是阿告啊这样的意思哦。那我先介绍到的，其实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有认真搜寻他的讯息的话，有几篇文章是写的非常好的，包括。宝慧珍的文章，还有我在曾宝仪之前的采访。当然，我跟 MIDI 认识，我刚才去翻了一下，是7月28号，那时候我跟他做的访谈。那当然就是就是对他有很多的敬重。那我今天想从三个面向来介绍赵德胤哦。那我觉得这三个面向也是他对我的影响。那我觉得也是他这个人跟他这个电影的影响。第一个面向，其实我想介绍的是说，他其实。他是一个感觉在跟我们在同一个时空，对不对？但我常觉得赵德胤是他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时空。那他是在缅甸一个小乡村长大，他在那边长了16年。那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环境其实有点像台湾民国30几年，这他说他的说法。所以在民国87年1998年，他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他发现这里面。这边已经有手机了，所以他跳过那个 BB 扣，还有打字机的那个年代。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很挫折的人生，所以他的时空是根本不一样的。那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在他的这样的人生的背景中，对他的电影里面有一种写实和张力，和草根。这个是在我目前30岁到50岁的台湾电影导演里面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导演哦。那第二个面向我想谈的是他的影像启蒙。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以前拍过，他是婚摄出来的，婚礼摄影出来的，也是为了生存嘛。那我自己在想说怎么诠释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是在一个电影工业下成长的人，他就是在一个前工业，就是所有东西我都要自己拍，我必须要能够拍摄，要能够剪接。那你知道在电影工业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每个人都可以很专精。那专精的人通常他不那么容易跨界，可是赵德胤能够在非常小的资本里面拍出很好的东西，我想跟他这个训练是有关的。这也是跟其他的导演所完全不一样，因为其他导演他必须要很多的电影工业的支持，里面各种专业的支持。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不好这样讲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diaspora，就是他有一点是一个离散的人。我觉得他一直在流浪啊，就是说他的心里面16年在缅甸，16年在台湾。那某种程度，我觉得他的 identity 其实是一个世界公民，所以包括他下一部的电影《再见瓦城》，瓦城不是那个在泰国哈，不要大以为在泰国瓦城那个料理，他是缅甸的第二大城曼德勒。那他下一部电影，其实我想他都不断的在用一种全世界想要。了解缅甸的方式来说这群人的故事，然后介绍给世界包括台湾的读者知道。那我想这个也是在很多台湾电影导演目前我现在也很少看到，有一点像是像杨德昌啊，或者是他们这一比如说侯导，他们这一届比较有世界观。那我觉得在年轻的这一辈里面，他因为这样的流散的经验，让他没有民族主义的包袱哦，也不会有所谓的对，就是局限在一个区域、一个地域里面。那我想，这个三个面向是我觉得从他这个人的生命经验，然后到他跟电影之间的关联，然后对于台湾电影的意义，在这一辈的导演里面，我觉得是很特殊的。那我想，今天我们是掌声再一次欢迎赵德胤。刚刚请 MIDI 来跟谈一谈，就是说你的创作之路，因为其实在现场有很多想要学电影的人。可能第一部分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然后第二部分也许就谈一谈你对于台湾电影工业的一些看法。我想就是20分钟交给你，或30分钟交给你，那之后我会再问几个问题，就开放 Q&A， 好不好？谢谢。其实我
看到那个 Sherry 传给我的题目，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题目。的确，就是怎么讲，台湾电影的浮华与现实，这个应该说不止台湾电影啦，其实全世界电影都可以用这两个字去讲它，就它的现实状况是什么。你只有在真实在电影产业或电影工作者里面做了之后，你才知道说它不是那么一回事。然后很多东西可能你听别人吹嘘，然后张扬或者是炫耀，或者是都是好的，但是你到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当然它有很多面向的感动，很多产业里面的不足以外人知的东西，包括政府，包括群体，其实都很难去理解。比如说电影下面真实艺术家的感受，或电影艺术，或是各项艺术在一个国家或族群，除了所谓我们号称的国族主义之外，它扮演的东西高度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主题。然后我想也不见得我有能力来讲那么多，但是我都会比较每次都会说我自己都定位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所以我通常每次都会讲大概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或关于台湾电影的故事是什么。据我了解的，对吧，我就不太去评论，因为评论毕竟不是我的专长。那关于我的创作，我刚刚看到一个以前就是发给我案子的小吴，就是其实以前我念大二的时候吧，他在一个台湾北部应该蛮有名的，专门做这种高中生毕业光碟。大概我跟他合作，他发给我大概至少七八个案子吧，专门帮建中拍他们的 DVD 光碟，或北一女我不知道有没有拍过，好像没有哈。小吴在这哦。小吴有在。小吴你是哪？对，他是我上司。好好好。我刚刚有看到他进来的。谢谢你孕育了这位导演。然后他其实那是很单纯的东西，就是我念大学要赚钱。我记得那时候，抱歉，因为今天早上也有演讲跟访问，所以我其实现在有点那个不是能讲很大声。那时候其实我大一考上台科大之前，但就是我觉得我浓缩一下，就是其实我身上的故事大概就是你听到的很多励志故事，或者是社会低下阶层的人成为一个看起来有点成功的故事，大概就是逃出这些版本啊。我的版本也差不多就这样，很穷很穷，来到台湾很穷很穷，很苦很苦，超苦超苦，然后最后终于变成代表台湾参加奥斯卡提名金马奖，然后开始拍电影的。其实真的就这样，就不夸张，就是大概我讲到小吴是，他也是，就是说我跟他打交道也是一个转捩点。那时候来台北，为什么来念台科大？就是以前高中都做餐厅跟工地嘛，但是高中我念美工科，也就是有接触到影像，说后暗访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每天下课后都是去餐厅、工地、餐厅、工地，其实就是你很少时间停下来去想说，啊，到底未来你要干嘛啊，或什么，就没在想的，永远在想说，哎呦，下个月要寄多少钱回家那种问题，或是下个月学费那种问题。所以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开始想，哎呀，我念这个关于这种印刷、美工、画画，或者是拍照，老师也时常夸我说我拍得还不错，就是我时常的实习课或成绩都是班上蛮好的。我就在幻想说以后能不能让我学的东西跟我实际生活赚钱的东西让它连在一起比较好。所以其实我最后才选了台科大的设计，就是逼我自己去跟学的东西连接。所以上设计科系后来到台北，那更穷更苦了，因为台北又那个资源这些又更缺乏，消费又高。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上 PTT 这样找工读。那时候看到小吴他们公司找所谓的反正叫影像修图师吧，其实这个我就去，那干嘛呢？就去到那个工作室里面，那个公司里面就帮各位的这种大学的大头照把痘痘修掉啊，修漂亮一点，大概就做这一类的吧。但是修那个也要需要很多技术的跟经验，一刚开始也不能修，也是帮忙那个师傅存档，每个同学有个大头照的光碟。
但存来存去，最后开始可能那边的平面设计师做很多很无聊的东西，开始发给我做了。比如说他们卖毕业纪念册，会附送给同学通讯录，那种东西就是里面有同学的通讯录，可能有3000个同学的电话、email 这样。那种东西很无聊啊，就是某某同学的电话、email、电话、email 这样，要编排，又开始发给我那个。之后好像小吴就开始发给我那一种，就建中同学开始说他们要做毕业光碟。那建中同学呢，其实他们的毕业光碟就是他们拿 DV 随便拍一堆游山玩水，然后就给我去剪接。那时候怎么剪呢？电脑又烂，你知道电脑也剪不动，所以怎么做呢？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问建中同学，哎，你们到底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首摇滚的歌，快节奏的，他们大概就会传来。传来之后呢，直接那首歌放上去，2个小时建中同学的游山玩水记，直接把它快速转100倍，变成5分钟那样，大概就是这样。哎，拿去他们觉得哎蛮好的，蛮喜欢的。大概这就是我大一大二做的东西啦。接下来当然就是那种婚礼啊，拍了很多。那有一些婚礼的夫妻也蛮好玩的，新婚夫妇他们就会不满足于只是被记录，他们开始来为我出一些难题啊，就说啊，我们不要跟拍 A 加拍的一样，我们要拍很浪漫的，要有故事，你要去写剧本来。如果你能写出一个故事剧本，然后拍得好，我们可以多加1万块。我当然就开始去写这样。在这样的难题下去帮他们设计，然后当然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用设计啊，那新娘在奉茶给妈妈的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看你怎么去拍，所以拍了之后大家都非常感动，就开始增加，比如说婚礼一般人拍1万块，他们就给我2万块、3万块，所以我就开始幻想了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但是那时候的幻想也就是让生活过好，意思就可能。我不知道，可能不像在座的各位，可能还是想什么兴趣那种东西，其实都没有去想兴趣这2个字，永远只想生存。所以是他侯导都跟我说：“哎呀，你的童年跟你的经历，明明就是我们70岁的，根本不是现在年轻人这样。”是真的这样。我直到拍完《冰毒》才真的认真去想，我到底要不要当电影导演？真的，我不骗大家。之前的都是在为了生活，所谓为了生活就是说，以前拍婚礼拍毕业光碟就是你要把它做好，赶快把那个钱赚到，接下来你去想就是怎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你的收入高一点，当然你就不得不去面对要增加自己的技能啊，各方面的技能。那当时就拍毕业制作，就拍了白鸽，去了影展，拿了奖金，然后广告公司把我找去当广告导演的时候，其实就开始面临另外一波啦，就是你的技术还是不够，所以我的做法其实就是看给他1000部电影，开始来学人家怎么拍电影这样子。然后中间当然接了几百个案子，赚了钱，然后开始又念研究所，中间很多故事我就不讲，大概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听过很多所谓成功的故事或是心酸的故事，就是那样子，就是到最后当然就拍了电影。但到现在为止，我来看待电影当然就跟以前看待不太一样了，因为你已经在产业里面了，你已经在这个电影里面靠电影来生存以外，电影支撑你人生了，就电影现在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重要，它不见得只是职业了，它可能很你离不开它了，现在电影比较像那个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台湾时常有一些导演会跟开玩笑啊，就说啊，台湾拍电影这么苦，你们为什么还拍电影？然后时常有一位导演就会问我们，就说啊，我花多少钱可以买你不要拍电影？他时常会问每个导演啊，比如说问到某个导演说，哎，我3亿就好，给我3亿，我就不拍电影了。他问我，我就说，如果你早些时候问，可能就是5000万就买到我不拍电影。那你现在呢？可能20年内你花100亿台币都买不到我不拍电影。就是电影它现在对我的位置已经是情感面的需求了，你需要电影除了维持生活以外，你需要电影去讲很多你情感上的东西，或者是创作面的东西。那创作后面的东西，我觉得可能3言2语很难来把它讲完，但是它某个程度上就是表达个人诉说故事的欲望啊，或表达的欲望。
但是这种个人生命经验或个人情感的表达后面，我觉得有一大块是世界普世性的东西。这些普世性的东西如何把它放大，或者是让它流畅的让其他普世性的人感受到你普世性的价值跟它连接，我觉得这也就是电影我们在做的啦，对吧？也没什么难的，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后面是电影整个产业或工业。那我们刚好，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多人都觉得我走了一条很独特的路，比如说从一个16岁来台湾的人，然后开始一个人去拍了电影，两个人拍了电影，三个人拍了电影，到冰毒只不过才7个人拍了一部电影，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走了一块独特的路。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世界的艺术史或电影史，不管是哪一个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导演，其实就是这样的路子而已。这样路子的后面其实就是所谓的独立思考啊，就是在很多大的限制下怎么样去跳出来创作的思考，对啊。关于创作，我觉得限制就是一种艺术了，就是没有创作没有限制的嘛，只不过我们的限制比较那个基础一点，就是没有钱啊，没有器材啊，没有人啊，这种限制。但是回过头来看，刚好很幸运的在这么多的限制下，我经历了电影的每一个职位我都做过了，关于我的电影，然后从最基础的打杂扫地到变成导演编剧，到世界各地去卖电影谈版权募资，到可能人家做我的专题我要假装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去演讲，就是都经历过了。就短短的这2009到现在，我刚好经历了所有电影工作的应该经历体验过的都经历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非常非常幸运。以前这些幸运后面我都会觉得是一个苦难，是一个磨难，因为你拍片当下简直是惨不忍睹，痛苦无比，因为你心中期待的跟你的能力永远都是不成正比。然后你永远知道，比如说我以前时常记得，时常我看金马奖，那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做到那种东西，可以做到那个东西，但是你当下的资源是跟那种得奖者或入围者相差18000里的时候，你非常非常沮丧，你的资源那么少，但是你想要做的是那样，哎，但是突然你发现那些限制跟缺乏的资源，哎，把你塑造或逼到了另外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也接触电影跟艺术的核心，哎，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那当再去世界上跟各个艺术家或像很多伟大的导演一起去面对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走过来的，只不过他们的限制是另外一种。哎，大概我稍微笼统的讲一下，我们现在电影跟我现在的位置跟看法，大概讲。那我问一个很肤浅的问题好了，就是当你坐在那个金马奖的位置上入围导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很坦然的接受一切吗？这一切变化这么快速，然后但是其实对你来说是很快写实，虽然你刚刚讲的很云淡风轻哦，对，他们讲的云淡风轻，就是说很穷很苦，然后现在家里的沙发可能都还是二手家具，对，然后就是他几乎都不是外食，就是我说你突然被很快速的到了那个位置，你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比想象中来得快，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因为现在有网络时代，我时常我的开始现在，比如说开始在产业上有美国的很多导演经纪公司开始找我了，开始来规划，因为美国很流行，比如说为导演规划他的职业生涯，很多大型的经纪公司，然后来开始大家会来讨论说怎么样去为导演去规划他的生涯，这是另外产业的一块，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美国是最专业的嘛，然后大家开始说，其实你很幸运。你知道在台�湾，蔡明亮导演等了20年才会被认同，像你才过2-3年就这样子，我觉得很快速。这个快速后面，
包括网络时代，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很诚恳的去面对每一个环节。就刚刚我讲的，我是从扫地就突然间三年之间什么都做过的人，虽然资历很浅，可是他们都说我是台湾电影界资历最浅，不管是年纪或辈分。那当金马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没感觉了，你没什么感觉。那个没感觉不是说你很厉害，是就是他来到让你跟你的师父级或师祖级的导演一起被比较的时候，你会有点一刚开始当然受宠若惊，但接下来还是回到本质去面对接下来的创作，就是你的电影下一步要怎么走，面对下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它不再是钱的问题，很多我不太知道，其他导演或是各位对电影产业的看法。我的看法其实我走过一轮之后，电影到最后钱的问题在后面扮演非常非常大的产业的角色，但是对创作者来说钱永远不扮演大问题，资金永远不扮演大问题。而且我突然马上比如说100万拍了一部电影，马上现在变成5000万要拍电影，而且投资人愿意马上就给你，这个时候其实我有吓到的，因为5000万不是那么好赚的，你也知道，所以我都会战战兢兢，别人给你5000万，你到底要怎么用这个5000万。所以我现在其实没有完全没有这种导演以外的时间或空间去思考到底怎么去面对产业的变化，或者是限制，或者是我现在这个位置。我反而永远就担心，我最近在剪几部纪录片，我永远在纪录片的焦虑里面，我永远在下一个剧本的焦虑里面，没有想别的，对吧？因为坦白说这3-4年苦过来，短时间内我也不用担心衣食住行，对，意思说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反而去担心的永远是创作，就是说世界上那么多电影，到底我们扮演什么位置，台湾扮演什么位置，会这样来看电影的。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种就是不被那个 vanity 虚荣所诱惑的一种能力啊。那我想跟他真的就是身处的环境有关。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可惜跟新红，可以帮我递一下那个麦克风吗？就是说你刚刚讲到生存，这个比较好啊，这比较好，是不是？你刚刚讲到兴趣跟生存，以前都是为了生存在工作，但是作为你的演员，为什么愿意跟着一个就是说他不一定会赚钱的导演，然后搞不好他的配也是 zero？ 所以我想听听可惜跟新红，就是那时候为什么愿意做他的演员，然后去看到他的怎么样说故事的能力或其他的能力。需要的表演层次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同时间这种状况其实也在磨我们真正对表演有兴趣的演员的某些耐心跟某些能力这样。然后因为缘分，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电影论坛，然后认识导演之后，其实应该开始也当然不可能马上相信他，对，见第一眼看到他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有一个怪怪的口音，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然后但是因为他后来之后在金马电影学院有要拍一个短片，那就是有他的制片有来找我去试镜，那他可能觉得我看起来聊过天以后觉得是蛮诚恳，应该不会跑掉的那种人，所以就开始合作第一个短片。那合作之后在工作或聊天状况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沉稳而且
非常可以让你信任跟相信他是有那个能力去引导你，并且有那个 眼光跟那个智慧去看到你应该往哪里走的那种导演。所以之后就陆续合作很多我认为是练习性质的短片，比如说我练我的电影表演，可能导演练习他的指导演员，然后慢慢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磨那个默契跟一些状态。所以他之后要拍长片，当然就一定就是要极力争取想要加入，对啊。因为对台湾演员或台湾环境来讲，这样子这么纯粹创作，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工作人员都可以一起创作的这一种表演舞台跟机会，基本上是没有的。谢谢可惜，新闻要讲一下吗？我觉得没什么讲的，这就是命。好，还讲。新勇也是，可以讲一两句。新勇也是从缅甸过来。对，我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毕业制作就是做白鸽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他那些台北大和台大的话，然后就是看他一个人，就是家乡来的朋友，然后一个人要去负责那么多，就看他很可怜，就是帮忙。那从那个时候就等于是说接触到制作面这一部分。那后来就是我们两个也是为了，比如说看到台北市啊，台北县之前有一个台北市什么爱台湾那种短片竞赛啊，两个人就去花一两天的时间拍一拍，又去比赛，对，还拿到一些奖金，哎还不错，所以就接下来就这样子做。那我其实我自己是念材料科学工程的。那到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刚好就是那时候过年回家带了衣服回来的人，那也刚好我的论文差不多就快完成。那等毕业的时候回来，就是未来的人，那个时候制作完就受到很多国际影展的邀约嘛，所以变成说就很顺其自然的就直接在就进入这个产业。那在未来的人之前，就是一直就是做短片啊，就是去赚钱啊，最主要就是开始就是他的毕业制作的样子，所以就这就是说到后来就是连那个毕业后专业部分的工作都没有去应征，所以就一直忙到现在，所以这应该就是命吧。没有很深的那个缘分，好吧，帮我那个麦克风拿过那我觉得我在回到说故事之前，在请教赵德林的问题，就是说刚刚大家其实可惜也讲到，台湾演员其实是有很多人想演好的戏，然后也有很多人对导演怀有一个梦想，都想说台湾的故事或者是想说的好故事。但是台湾从90年代其实电影告一个谷底，然后2000年以后，包括《海角七号》其实又慢慢的起来，但是这两年我们又看到有一个瓶颈，就是说非常小资的、非常浮华的，比如说拍台北的，就是台北就拍很多咖啡馆、书店，那所以我会用这个"浮华"两个字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不到杨德昌的《一一》，或者是侯孝贤的《爱情万岁》那样的台北了。我只举个例子说，其实我们本来应该有很好的舞台跟演员的一个训练基地，但是现在你怎么来看台湾现在的困境？我们现在面对的大环境到底是什么？这个主题讲话会害了我的呢，因为我就讲嘛，我是台湾电影里面最资浅的晚辈，所以其实。但我客观的可以站在，比如说在电影圈这4-5年，我出道还就是很之前啊，真的。但是刚好我讲接触的层面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台湾电影大家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一直都是在循环的。就70-80年代，其实那时候票房非常好嘛，三厅电影，所以包括侯导。他们都去拍过这种票房非常好的电影，接下来就面临就开始，大家有精英分子创作者，像杨德昌这一类，很多包括影评人很多开始回来台湾，80年代开始激起了所谓的电影要去反映社会现状或政治氛围，
所以才开始出现了青梅竹马、海滩的一天、杨德昌、侯孝贤，才开始有了悲情城市这样的东西，也开始去醒思所谓的台湾的历史、当下的现实。然后但之后这些电影在国外反应很好，但在国内又面临票房或观众觉得这样的电影可能是沉闷或怎样，所以又面临了一种质疑了。但是实际上对导演本身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些前辈其实永远没有再动摇过了，只不过是观众或评论者在永远在动摇这样子。可能在讲的时候大家都说很好，上映票房不好的时候大家都说害了台湾电影。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或一部电影有能力去害了台湾电影或带动台湾电影，因为电影是一个产业嘛，就是应该是说不会因为一部电影或一个奖就说这个产业好或不好，这是非常比较表面的，我觉得不太专业的说法。所以我们不能为了说某部电影冰毒得了什么奖就说台湾电影起来了，不可能，也不能为了说海角七号卖了5亿就说产业很好，那只是一个我觉得某些可能团体或什么要报告数据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年电影都好做了5亿的，实际上的现状是一直以来从90年代到现在，本来电影里面100部里面台湾电影可能只有5部是打平的，可能只有1部2部是赚钱的，每次都是这样。其实这个现状是没有改变过，这是残酷的现实，关于市场这一块。但关于创作这一块也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动摇过，我们的前辈永远在引领我们一起去做，只是说只有在媒体，只有在比如说某些说法一直都在动摇。当然回过头来看台湾电影，比如说当下你说困境吗？我觉得全世界电影都有困境，全世界的观众或人的听故事的训练永远都是好莱坞的那一套主流叙事训练，那一套训练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东西并不是好莱坞以外的人可以容易去学习的，不包括说故事。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个人进来拿着一把枪杀了一个人，出去骑辆摩托车在高速公路快飙，一个镜头你要怎么拍？惨了，你要看到那种戏你要什么？哦，你要枪手，这一把枪台湾有吗？没有，要报警察，要通海关，要花2个月的时间。那这个子弹是什么呢？必须要像真的，那可以吗？不可以，所以要叫香港，光开那一枪就要花台币500万了，对啊，很简单。但是你看到好莱坞电影每次都开那么多枪，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剧本啊，最好我都跟那个投资者讨论说，我的剧本里面要杀人跟开枪都是最关键的，我到开枪的时候不能随便到开枪，一开枪就是500万，对，不包括钱哦，不止钱哦。有投资者说我可以啊，你开100枪，我投资5亿，但是不止钱，你去找找看，要拍出刚刚我那个场景的技术人员，现在台湾还有没有？就算有，他们在台湾这个产业已经有那么多断层了。所谓断层就是说，其实电影是一门科学，电影永远不是一个感性的东西，电影是一门科学，我们永远在做科学的执行。所谓科学就是我就分析刚刚那一场戏，好，你们这些人不能是临时演员，要经过 casting 来挑选。比如说今天是在捷运上，你们永远会发现拍捷运永远旅客都是年轻人，就不对，捷运里面要看什么时间，如果是下班时间，如果是比如说南门站或是中正纪念堂站，可能就有一些人买的菜，所以是老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我们的电影产业已经就是说没有完整团队的工作，已经断层了，可能至少20年。为什么呢？一个电影科学的工作，你每天做你就很熟，但是你每天不做的时候，你可能每一年台湾只有一个案子开枪，那这些负责开枪的、负责做军火的、负责做道具的，一年只有一次机会，那他怎么可能会熟呢？拍出来自当然会落后别人了，因为别人已经做过1000次了，我们只做了一次，做了一次之后再等到后年再做一次，做的一定会生疏、陌生、不熟，所以这是实际产业里面技术的问题。
那大家会讲啊，就比如说，哎，那李安导演来台湾拍了《少年派》，是不是？比如说台中市就有一个大摄影棚，就变得全世界都来我们这里拍片了，也没那么简单。好，我们已经花了2亿做了那个造水池了，接下来最基础的问题要花更多的钱去维护，那市政府会不会花钱？国家批不批准？对啊，纳税人会不会抗议？除了维护以外，你要编列100个人来行销这个蓄水池，你要到世界各地的影展，有 DEM 有毛片有 clip 去给到处人看，你看这里有我们的蓄水池，价码是多少多少，我可以来拍，有吗？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个蓄水池就只会为了少年拍拍一次，之后就没了。对，这就是说，是台湾产业跟政治跟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它分开的。所以当我们去讨论说，哎呀，这个台湾电影票房很烂的时候，其实后面很多人都有责任啊，啊，不止导演，不止我们产业的人，我觉得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那目前我觉得回到导演可以去掌握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创作，就是说，我觉得创作我们面临一个瓶颈，就是创作者永远有一个要去抗争或对抗的东西或诉说的东西的时候，下面的创作基础才够激烈或充沛。但是，相较于台湾的发展，目前已经是所谓的小资状态了，可能这种去抵抗跟对抗跟诉说的欲望，不是没有那么强烈，没有人家大陆那么强烈。大陆那些人都是文革过来的，啊，你不要看陈建斌，他是饿到吃过树皮那种人的，你懂吗？所以那种人他的演技出来就是充满了生命力，我们没有。那我们没有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呢？我觉得就是回到最初，就是不是说要演员就回到最初，是我们的所有训练，比如说一个 A 的演员，他在台北，他要变成台南。乡下人他必须要花一年或半年去体验那个乡下人，硬要把它变成，如果没有这样一定会输的，不管是演员不管是导演，我们自己投资已经输了，对吧？比如说目前全世界所谓的艺术片所谓的小片，其实在大陆可能一个小的片少说也要1000万人民币，已经小到不行了，他们已经说啊，这小片，但是在我们这边1000万台币，年轻人都找不出来。所以第一部片的第一个导演，第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片要怎么去做？到最后就回归到啊，我们去找辅导金，找了辅导金，找产业的人进来，给你很多意见，你可能会跟随着产业界开始去做，但到最后你做的东西可能不是你想的，也不是产业要的。所以我觉得创作面到最后像我们这样是一个幸运，因为你没有资源，没有人跟你讲要怎么做，也没有观众会期待说，哎呀，这个缅甸电影谁会去看，他不会期待，我们也对观众没有期待，但我们不会去期待说你们会来看我们的电影，但是我只会去，我们比较非常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电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我去拍别人不可能去拍，所以我就去拍了，拍到最后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放下去，它就被放大、被讨论、被看到。那不是我们预期的，不是我设计的，是我们拍摄当下一味的充沛的去表达这样而已。我觉得，如果回到创作这一块，我们创作导演或这些人必须要有这种充沛的情感或表达欲望。那个时候，资金、产业的限制都完全不重要。来，那我再问两个问题，就把麦克风交给台下的朋友，就准备好了哈。那个接着方总就说，你在想就是台湾电影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那如果有很多年轻人问你说，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资金，然后我们在这边没有办法锻炼自己的技术，我现在可不可以到资金很丰沛的中国去锻炼自己？然后等我锻炼了很多的技巧能力以后，我练了100遍以后，练了10遍以后，我再回来做创作，有没有可能？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样训练像可惜他们在缅甸这么艰苦的环境里面？因为刚刚可惜也说他就是台北小孩嘛，哦，那他也一路很顺遂的，就是念了很棒的大学。那你怎么样去锻炼这个？我们认为说可能
但我相信他很努力。可是你怎么样锻炼一个年轻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台北的 DNA， 然后到一个非常困苦的地方，他愿意去磨练和生存？我觉得关于产业还是一样，就比如说谈到中国大陆好了，不管哪一门产业都会受到他们影响。电影只是因为是传播跟文化，看起来影响最大。那我觉得如果是对年轻人或我来说，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去设限说你要在哪里拍片或去哪里训练，都不应该去设限跟考量。我觉得到处都一样，它的核心永远是专业，就永远是专业这个东西很科学的可以去检验。我今天我们才聊说，其实遇到很多投资者或有人来开始找我们拍电影，其实如果不专业的时候，他跟你吃一场饭，吃一个饭局，聊完天一个小时，你就知道了这一群人到底是在干嘛。对，因为专业就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就会讨论啊，我们要拍什么故事，一讲就知道了到底对方有没有在状况内。意思是说，我觉得去哪里拍电影不重要，哪里投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大家有没有在专业的平台去讨论电影，去制作电影。对，那我觉得如果只是去到那边然后去受训练，去那一个整个市场或环境被渲染熏陶，但是人我觉得是有一个东西是奇妙的，你比如说你很难让自己回归到最纯粹的状态。如果你去了，比如说我们年轻人，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像自己有点健忘了。以前记事情很容易记，现在慢慢，当然也有生理问题，也有社会问题，也有群体影响。所以到底怎么样去让自己保持一个，比如说很好的状态，不管到哪里都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觉得还是专业的养成，还是专业的养成。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所谓的资源缺乏，我觉得如果是为了资源去到其他国家去开始去拍电影或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非常 OK 的。对，只是说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很多人是其实他们很清楚，我自己就知道，我们有很多台湾的前辈，他们是做剧本做电影开发的，做剧本做监制，他们在对岸发展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们对商业主流电影也慢慢慢慢开始产生了疲倦感。他们还是有所谓台湾某些人某些创作者的固执，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出来开始做一些不太一样的商业电影。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薛理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一刚开始为了资源的缺乏开始去迎合资源去做非常非常主流而不是他那么喜欢的东西，但是他拿到资源后退出来去做一些他真正要做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只要有机会都可以的，反而现在是没有机会，因为也没那么简单呐。各位如果仔细想想，数年前有很多人说我要花1000亿拍100部片，现在有拍成功吗？啊，一部都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在专业里面知道有些人就是他可能是讲一讲，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反正不止一个人讲，有太多人讲。比如说台湾的文创，现在太多人来做文创了，对啊。但是文创后面是什么？文创后面一定要赚钱，这不管哪个行业，冰毒也在赚钱的，不是冰毒在亏钱，冰毒也要养活团队的，演员的价码也会越来越高，以后也请不起他们。我讲的是说赚钱或养活这个产业是必须的，但是不能违背了这个产业的基本伦理的。伦理是什么？就是专业，每个产业都有它的专业。但是有些很多人做文创，目前问题最大就是文创。因为文创有一个问题哦，好，这里有10个人，政府开始了哈，你们10家，政府一定是找他信任的那一家，也合理，因为这一家他公司够大，资金最多，银行存款最多，一定要找他嘛，不然纳税人的钱会被其他穷人骗走，一定的。但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刚好最有钱的这一家最不懂专业，那
这一家要不要悉心的政府的检验里面有没有说这一家开始去拉拢了穷的这几家比较有人才，他们来主导财务，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文创我们都已经听到讲那么久，但到最后没有发生什么，你没有看到文创发生什么吗？你觉得那个欠缺专业的背后，或不愿意建立那个专业的体系，背后是什么？是一个低价的逻辑吗？还是什么？我觉得都有，就是都有。比如说，到底专业是什么？专业就是我讲的，就是说，这个做文创的人坐下来跟你讲他要拍什么电影，你就知道他专不专业。我不是在讲说这个人是不是要拍商业电影，非常有名哦。就商业电影有商业电影的专业，意思就是最基本的，我们当导演的专业就是我看过2000部不一样的电影，我看过世界上的电影怎么卖，所以我跟投资者谈的时候，我必须要讲出我的电影落在哪个位置，可以卖多少钱，投资多少不会亏钱，然后我的演员是要找哪一种市场，是哪一种故事怎么讲，这是我的专业。投资者的专业是什么？投资者的专业也必须知道他投资世界上有100种电影，每一部电影是怎么卖怎么做，他也要知道，他不能不知道。很多投资者他只知道说，我觉得海角七号不错，你去做一部海角七号来。对，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到最后电影或是文创产业到最后会有奇迹发生，但是不是常态。我不是说没有奇迹，因为本来政府投入就会有奇迹发生，但是不是常态。那健全的产业是要常态性，常态性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每年生产100部电影，可能有50部是 OK 的，20部亏钱，然后10部非常好，这个就很常态。但是不能是100部电影只有1部赚钱，99部都惨，不能是这样，这样不是常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检视，那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投资者的问题，还是这个钱被谁骗走了？是不是导演其实根本不能拿1000万的酬劳，他拿了2000万的，都会的。这是我讲的产业里面的比较可能不是那么多人会去想讨论的，因为我们资历最浅嘛，没有什么包袱，我今天也会得罪谁就少了5000万的，比较是这样子。但我们从最基层来看到现在也是在产业里面在做，你就会发现永远是不专业的问题。不专业不只出在电影，以前我们做设计啊，比如说我们帮某某公司做设计，或某某政府机构做设计，做了一个广告啊，今天广告放出来啊，或者广告放出来，在讨论的时候可能是你知道，比如说政府里面的负责业务、负责监督这块跟你讨论，所有都很好过关，他看了都过关。但在验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政府的机制会请市长啊或总统啊来看，类似比如说来看的时候，我们都会请教首长可不可以给我们指示，没有一个首长会说对不起，我是当市长，我只懂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说了算，因为你们才是专业，没有一个市长会这样子。一定会有市长或是首长最后说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少了一些东西。你懂吗？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但是也有碰过有的某个公司大集团的董事长，我跟他做广告，做了之后他跟我说，好，你们前面都经过这半年的讨论了，我相信我的属下一定专业的在掌控，我也相信你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拼了命的帮他做，对。但是很多不是这样的，很多就说你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黑画面是不是太单调了，你是不是要那个很多照片的后面才出来字，你去跟他说某某这不是，因为在公开的场合那么多的画面资讯太复杂，以视觉原理来讲，黑画面配白字是最容易被看得出来的，但是他不要，他觉得这个太单调太死板。其实一样的问题，其实从设计文创到电影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下，我觉得就是我们创作者可以做的就是，你尽量不要让自己在就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搞得逼自己去做一些真的你自己完全接受不了的事情，因为做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无感了，
你没有感觉的。但所以我来说我们很幸运啊，因为50万100万拍电影根本没有包袱啊，啊，我不需要为观众服务。很多观众说啊，你的电影很闷，那我也知道很闷啊，因为100万拍的嘛，有的东西要炫也炫不起来嘛。所以当我们知道就是说自己要做的东西跟观众要什么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觉得所谓的没有票房或所谓的不受到瞩目是暂时的。对，他如果你真的在专业上有能量，我觉得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我自己是这么看待电影这个产业。很多人都会写说比如说台湾现在遇到一个瓶颈，但是对我来说，我说根本没有。所谓没有是我们的资金其实现在不难找，找一个中低成本的资金不难找，但是我们要找一个比如说比较高一点的一定很难找，因为这个市场是一大限制。我们的市场大家都知道可能90%都被好莱坞吃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资金回收当然只能限定在比如说台湾，你跟人家提5000万的电影太危险了。5000万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回收1亿才会打平，因为戏院要拆一半嘛。那这个时候限制在哪里？限制就在那5000万我不能做，我做2000万，2000万可以。那这2000万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只做2000万，站在制片来讲，你要想这2000万怎么把它跳出来，以后下一步就做1亿。但这1亿的市场在哪里？可能在国际。所以我们的电影某个程度上是这样去想，想市场的时候，想创作本身的时候，有刚刚 Sherry 讲的问题，就是到底你讲的故事是普世性有多高。我永远在讲普世价值，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台湾人觉得很好笑，但是除了台湾以外的人不好笑，这怎么办？也 OK， 如果是在 local 的票房就足以回收，我们也需要这种电影，但是不是100%都要做这样的电影。比如说有这样的电影，有那样的电影，每一个电影的健康程度才够。我自己比较理想化的看待台湾未来的产业，希望是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种可能20个人的小电影公司，可能有我们这种公司100个这种电影公司。那有比较大型的，比如说像卫导他们那种就比较大型，投资也比较大，能拍的电影一定是比较更大更宏观，他们那种也要有2-3个，然后也要有几个可以上市的，比如说电影是上市，像烈姐他们那种也非常非常需要，因为他跟财务世界的比如说很多股市就全部连接在一起。如果我觉得到那个阶段我们的市场就健全了。我觉得赵德一个难得的就是说，当这个产业是不专业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在每个面向都练得很专业。所以我刚刚说他在那种前工业时代，因为没有这个好的工业环境，所以他自己写剧本，然后自己拍摄，自己剪接，他自己到处去找资金，他可以当制片，他可以当甚至就找发行商，然后所以他世界各国去跑，他也练了自己的英文能力，我想那也练习了看合约的能力。那我想第二个问题就是，待会就是给大家，因为刚刚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这么没有条件的时候，你怎么练这个能力？尤其是你怎么找到好的演员？演员的我没有讲到的演员，其实是电影里面对我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它的重要程度比剧本还重要。我可以接受一部电影只有一块墙壁，2个演员在那边讲话，我可以接受，只要他们讲的有，对，我可以接受没有场景，只有这2个演员都可以接受。意思是，我看待演员就是比剧本更重要，所以通常像我的演员跟我合作，目前为止我都希望演员是做所谓的田野生活体验。比如说吴可希是一个台湾的演员，他要演缅甸女孩。所以必须制片要跟他签约，说你要愿意，比如说在台湾去某个餐厅打工3个月，你要愿意每天抽2个小时学语言，接下来你要愿意在开拍前在拍摄地住1个月。你真的跟他签这个合约？
哎，制片他们有跟他，但我不过我有法律的问题。我讲的意思说，就是说在演员这一块，我们比较需要，就是说演员的这种生活感跟扎实度还是要够的。那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比如说在华语片不止台湾，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其实很多电影找不到演员。所以找不到演员，就是因为大陆电影拍太多了，所以演员已经排到，你知道很多大牌演员已经排到不知道几年后了。现在很多电影的 delay 是因为演员排不到档期。那这个问题你说以前没有出现，也有，以前台湾比如说 3D 电影时代，那种诸葛亮电影时代，他们也被抢的，就这里拍完赶快被压到下一个去拍的。那现在华语片是这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怎么解决呢？就只有开发新的演员，所以我们开始去找新的演员。对，那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不管是演员或很多人，我们的安逸生活让我们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对，我的第一部片，人家听到去缅甸拍就不要拍了，他们都不拍了，对吧？但不拍的人他也很后悔的，现在，但是他就是不拍，他听到缅甸他就是不拍，就刻板印象嘛，觉得缅甸就落后、肮脏、边缘，对。那慢慢的就会有新的演员说，比如说他来加入电影这个行业，来开始来试镜，开始那个，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比较一般的年轻演员，大家对这一种吃苦这件事情还是保有一些余力的，大家会觉得，因为你叫我要训练半年，那我干嘛？我这半年是不是都只能做这个？但是对导演来说，我也会为他想的。我知道说啊，这个演员这半年训练他，我不止心目中的期许，就是说不是只有给他这个电影的一个机会，因为那半年的训练会让他一生中都会带着这种生活感去演别的戏，那他去进入别的戏的时候，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就有很多扎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刚好是我们台湾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曾体验过嘛。那你不扎实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到中国大陆拍一些非常商业，但是他的角色非常生硬，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贵州边缘沙漠的刑警，你要怎么拍？难道一上场就去演说我是刑警吗？可以，那就是只能被懂的人，人家又笑你啊，觉得啊你演得太表面，那怎么办？势必你的生活中要有这一块扎实的体验，所以这一块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就说如果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电影开始要讨论到这一块，基本上有一半的演员都会摇头的，对，都会觉得这个半年实在是太多了，一部电影拍半年太多了，他们会担心，会害怕这半年会不会让他损失了很多机会。对，所以像诸葛亮那种电影你会看吗？会啊会啊会啊，我自己我都说，就是可能我自己像比如说台湾的所有国片一定会去看，而且一定亲自买票去看，这样带公司的同仁去看。所以第一个是支持，第二个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很多观众都没看过台湾电影，一直骂，就说啊很闷很无聊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跟我们产业很像，大家都一直骂媒体，然后都不付钱。大概我是那种会很喜欢蜘蛛人，但是也很喜欢蔡明亮，你懂吗？蔡明亮蔡导的电影我很尊敬很看，然后蜘蛛人变形金刚也看。那我们我觉得不应该有太多的挑剔，因为看完之后，当然你有的时候看到最后，你一般观众了，你不喜欢可以去做抉择，但我们电影工作者不应该挑剔，因为你还是要去取长补短嘛，就这门产业你就是在这门产业里面啊，逃脱不了。那你还是维持那个生活感吗？就是现在比以前有点条件吗？也其实就也还一样，我就刚刚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从以前的缺钱，现在变成不缺钱了，这也不是在骄傲，是说表示我们有很努力的表达诚意，所以生活也变好了这样。但是生活的状态还是一样，
就是搭公车搭捷运，那我们也不想去买什么跑车，因为可能也很贵也买不起，要存钱也买得起，但是没有这个欲望，因为那个欲望呢会把你带向另外一个跟你的产跟你的想要做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且我每次想到哎要买车很麻烦，骑摩托车有一个地方就可以停了，那个车还要去找停车场，这样太麻烦，你就多了一个累赘，你懂吗？就什么东西都多了一个累赘的时候，你不能做事情了。比如说家具好了，就想家具你去买非常非常好的家具，好，那你放着，但是你时常都不在家，那买来干嘛？我只有一个地方比较坚持一点，就比如说吃的东西好一点，所以好一点是不是说去吃餐厅啊，就是说比如说自己去买蔬菜这些，可能像我制片人星红他就很节省，以前他去买蔬果都买人家那种就卖到快坏掉然后一堆多少钱的，我就很介意，我说我不要吃那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吃好的新鲜的，只有这样，其他我没有什么要求，每天大概就在家里面扫扫地啊，打扫家里啊，啊写写剧本，就最重要的还是电影，所以你会花电影花非常非常多的精力，那电影以外的都不重要啊。今天有个朋友约你吃饭，那你想哎不是讨论电影，好我先拒绝好了，好有一群人要办 party， 哎跟电影不相关好我拒绝好了，其实现在是这种状态，所以就很单纯，非常非常单纯，也没有任何什么多大的什么利益的那种追求都没有。对，那你们觉得那个老人家讲话没有，我觉得赵德英很清楚知道这个事有终始，他知道他的那个终点在哪里，因为我想事有始终，其实你要你有起点你还不知道走到哪，但他真的是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所以他很确定的选择他的起点。好，那我现在想把麦克风交给现场的朋友们，好，那个绿色的是这个导演刚才大声一点哈，还可以站起来吗？谢谢。就是导演刚才有提到，就是关于美国的生涯导演生涯规划这个环节，我蛮有兴趣。所以导演后来有去，就是配合那个生涯规划的这个计划吗？这是我的问题。我其实我也先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台湾呢，其实很多导演或演员其实大家都是签经纪公司，导演比较没有，导演比较没有去签什么经纪公司，但是慢慢的也开始有导演经纪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开始为导演去规划，有些时候经纪公司的好处就拒绝办黑脸嘛，因为慢慢的开始，比如说像我们慢慢的开始有那种科技公司来教找你去演讲，去讲如何用七个人去达到100个人的效益这样，那你就想去讲的。虽然价码很高，但是就尽量不让自己去，对啊。但穷的时候还是想去讲一下，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有一个一群人或一个人在帮忙你做这些处理是有点需要的。当你的业务比较多。但是像美国其实他们的对艺人或对导演他们都有大型的经纪公司在帮你做打理，所谓打理他也不是来服侍你，他比如说有各世界各地的资讯，有些案子他觉得哎有些案子搞不好适合你，他也不一定要找大导演，然后他可能会帮你规划，或者是有一些你接到的案子可以透过他来处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其实是很单纯。但是导演，我讲的艺人的呢，导演的其实是有点复杂，就是说导演有另一块东西是他要很懂你的特质。比如说像我可能有的美国 manager 他就会比较知道，我们叫这种东西叫 manager， 我们不是 agency 的，他比较知道，他也知道这个产业，他比较知道说哎MIDI 这个人在缅甸可能很红，我讲他才他可能啦，这 example， 然后所以呢，他可能会去帮他去开发一下，说比如说美国人要去缅甸投资拍一些片子啊，可能可以推荐 MIDI 去当导演，然后他也会知道我的特色，说哎 MIDI 的英文还不错，所以有一些英国或哪里中东的 advertising 那种广告可能也可以。
把我推荐去做，但是那个做除了所谓的有导演酬劳之外，他去帮你考量的更多的是你生涯上的一个帮助点，一个助力。因为有的东西他可能我们在台湾比较不太知道啦，世界上太多太多的导演的机会了。比如说你写剧本的人，世界上至少有200个基金跟比赛在发掘剧本，啊，像这种东西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去看嘛。那种 manager 会帮你看说，哎，你现在就有一个剧本，那你应该要去这里报告，去比赛一个剧本，钱是小事情，你赢了钱可能有2-3万块欧元也很多了，但是重点是你在那个比赛中你的导演跟编剧能力如果得奖就会受到认证，那你对你的生涯也会比较有自信。对，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说去找哪一个人来帮我规划，但是是有慢慢的有一些人接触我，我在考虑说，哎，那是不是因为电影这个产业是专业分工嘛，是不是你需要一些伙伴进来。因为我现在都比较是自己打理嘛，比如说所以我就比较忙，就是常常我前阵子比如说跑到巴黎只去住10个小时，去报告1个小时，全程英文报告比赛了，跟来自25个国家的导演一起去竞争，然后你的剧本会在2个小时后他们评分好不错，给你3万欧元去开发剧本。那重点是你那个得奖那个东西会把你的生涯要带到另外一个所谓的也不是高点，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法国欧洲又是另外一块电影市场。你只待了10个小时？对，我就真的就飞过去10个小时报告完飞回来的。那小人去了巴黎只待10个小时？但我们拍电影后时常做这种事啊，我们大概演员他们也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大概随着电影大概至少跑了40-50个国家，我亲自有去，但是每次去都是去2-3天，很多时候去10个小时就走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下事情太多了，对吧？还有没有？林太太，对不对？你的粉丝，待会这位男生。对，就跟赵先分享我一个看最近10年台湾的新电影的感想。我常常因为看到一个镜头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他接下来要告诉我什么，可是呢，我就开始非常的拍死，就是说我很拍死，你知道吗？就是我很不好意思的继续看下去，我就开始看手表。他到底要讲多久才会停止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现是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不是同一个导演，这还蛮多片子都会有这个现象。你意思是说可以预测？不是，就是说我是觉得说他要告诉我的事情，可能一个简单的动作我就可以知道，可是他要讲很久啊，所以我就看着就有点觉得说，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了？讲文学的这样子。对，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就回到那个说故事本身。我觉得他们说故事的能力呢，真的要加强。这赵德英很难评论，真的骂人。没有，我也要加强的。分享一下。对。那你听的电影，我是没有这个感觉。观赏者，当然就是其实说我们去讲电影的观赏生命经验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有点主观啊，有点主观，但是客观性就是回过头来，其实是确实有我们自己在写剧本上，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的就是说训练没有好莱坞那么扎实，所以我们在剧本很多东西是有点累赘，这个东西是普世性的，就是说普遍性，我们台湾的就是说好莱坞以外的导演确实有主流叙事的不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除了主流叙事以外的用艺术或电影的创作来看，我觉得倒不一定，因为有的电影它可能只是在讲一件事情，但是它重复了100分钟都讲这件事情，因为它的目的只是要加重那件事情的重力，那个时候可能对某些观众是会厌烦的，但是也有它的观众。对，
如果是这种电影，大概是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确实有些电影，就是说它可能比较表面一点，比较不需要那么零碎的来交代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我们做导演的都应该每个人看至少2000部电影，至少了解100种不同的电影的风格或导演风格，你会比较知道每次一拍电影我的电影落在哪一点，才会比较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标准吧。不然每个人都说我的电影很好，但观众觉得不好，那也不一定是他不对或观众不对，检验的标准还是有的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都不希望沦落到让观众来检验，到我这一关我就会检验好。好，那如果检验好的时候，如果我还可以活下去，代表还有观众。如果你不能活下去，过得越来越惨，电影没人投资，可能我们的思考一下，自己是出现问题，也不会去怪观众的。导演好，就是想问一下，因为看冰毒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有种小五，让你看过《杂谈客》导演小五的那个既视感，然后是就是里面他就是赵杂谈客导演他里面那些像他跟汪宏伟还有那个赵涛整个三角关系，跟你现在冰毒的那个也很相像。那因为杂谈客中国杂谈客或是韩国李沧东，他们都或多或少是曾经谈及到他们受台湾新浪潮就是新电影那一段时间的影响。那想问一下，这段时间对，就是这段时间电影对导演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所以导演刚刚说1000部或2000部电影，你刚刚说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怎样训练老师，训练自己？我一定有技术上的影响，就是说受台湾新电影或侯导或，就是因为侯导跟李安导演就是直接有教我怎么拍电影嘛。所以一定是受过，特别是侯导，有受到他很多拍电影方法的影响。但是在对人文关怀或者是电影里面后面的那一种所谓导演除了电影创作以外的另外一层关怀，我觉得倒不一定。那技法一定会受到他们影响，所以你就会看起来有些技法是跟他们一样的。但电影的技法其实只是一部电影的，我觉得蛮可以变化的一个外在性的东西，但是反而里面的那些人物的情感，比如说贾樟柯导演或侯导早期的电影，可能跟冰毒里面某些有点像，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环境跟国家的未开发状态是一样的，因为台湾的40年代、50年代可能刚好是缅甸的县长，所以才会像，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在做电影的时候，怎么培养自己所谓的写剧本也好，电影的专业也好，一刚开始就没有预设，一刚开始就是看大量的什么电影都看，但是我比较找到就是大二以后我自己确定一个看法，就是说看电影的方法就是系统性的看，就是比如说我去挑欧洲的10位导演，每一位导演尽量把它看完，然后大陆挑10位导演把它看完，美国挑10位导演把它看完，系统性的，你会比较知道原来电影有那么多种，世界上有那么多电影导演，对。看了之后你就发现，比如说冰毒这样的电影，我可能讲的比影评人更知道，更精确的可以去讲说这部电影比较像哪一部电影。对，因为你看过太多电影了。那这种系统性的看电影，我觉得也不应该是一般观众要去做的，因为太无聊了。不只看电影啊，我觉得就比如说我早期看伯格曼的，就是说看了他的60-70部电影，包括舞台剧，看了之后去把伯格曼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台科大、台大图书馆能找得到伯格曼研究的论文跟书都拿来看，但是不一定看得很仔细，有的看了超无聊，对不对？有的不错的，大概是这样的做法。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发现电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走出去跟投资者跟各个朋友讨论电影，
我觉得啦，我会找一部比他们先知道说，哦，你的电影落在这一点，因为世界上的电影跟故事不多，风格已经没有好玩的了，风格也玩尽了，故事全世界故事只有30种，冰毒就在这30种里面，但是故事发生地方的文化跟背景或政治或社会会影响故事的走向或做法，这个是未来电影会去期待的。比如说《分居风暴》，《分居风暴》离婚故事最后离婚了，但是它为什么好看？好看在它的比如说当下文化跟宗教影响了他两个夫妻离婚跟争吵的细节，争吵的细节，那个东西会加强它整个故事的戏剧性。所以你说台湾好了，那你就说，哎，台湾已经是已开发国家，那台湾的文化某个程度上已经是已开发国家的全球性文化，没什么特色。但是这个也很奇妙，特色有些时候它存在于很多细节之间，但你把它太放大，它就会变成收起，你知道吗？它就会变成啊，你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就是要卖弄的。但是怎么样把故事在普世性的价值下面埋藏了你的文化，目前做到的人不多，我们也在学。像李安导演的东西有做到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它是一部少年拍，它是很主流叙事，但是后面每一个环节藏了他自己的对家对离散的概念，对一个人对信仰的质疑在里面。那些东西呢，一般观众100个人里面99个人都看不到，他们只看到故事嘛，啊，少年拍在那里最后成功或失败，但是可能有一个人看到就好了。对，那这些是我自己以前看很多电影在去研究。最极端的方法就真的有把比如说伯格曼或李安导演早期的电影，比如说有些我觉得哎蛮顺畅的，就把它每一格都印出来，然后就是排出来说，哎，这个导演拍了几个镜头，这样可能比如说装备山总共有1000多个镜头，几场戏，然后就幻想一下导演怎么指导演员在做这些戏。然后那是学生时代嘛，那以后遇到李安导演就可以问，哎，你当初是不是这样拍？哎，他就说是，那你就很高兴的，哎，那我也会拍了。大概就是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做了，对啊。如果学电影，那一般观众就没必要啦，看电影不需要去做这些太累了，对。所以赵德英先生没事做的时候，都在很有系统性的，不像看电影、阅读都，听说你阅读也是，对不对？你看一个作者也是，对，我阅读也是比较偏系统性，系统性很重要，因为，我讲嘛，所有的艺术背后还是科学行为啦。比如说肖邦，你说为什么肖邦弹琴跟其他人弹的不太一样？你科学性的去检视，就是可能肖邦对琴键的熟练程度，1/1000秒跟1/1000秒的压下去跟放起来之间，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诠释的琴那个曲还不一样，电影也是一样的。你熟悉之后才发现，哎，很多东西是系统性、科学性的。还有没有？先后面的女生，导演你好，不好意思，我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你那时候讲到说，台湾的导演如果要拍第一部电影，就是要去找辅导金啊，找资源。可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电影就是1000万人民币，请问他们1000万人民币是怎么来的？是谁给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发现说，你觉得就是不管是你啊、制片啊，或者是演员的出身，都跟电影相关科系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那你觉得这对台湾的教育体制来说是一件好事吗？就是说，你不用是相关科系的人，你可以在这个产业大放异彩。那好像台湾就没有像中国有什么北京电影学院那样出来就有直接演员相关工作，台湾也有。可能广电系就是类似的电影的科系，可是好像毕业出来都没有那么确定的这方面的工作，或者是直接听到什么人是从这边出来的。所以你会觉得，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产业出来没有直接跟这个工作有相关的绝对性，让不同科系的人都可以进来这个产业，你觉得这样是好事，还是代表台湾这个科系其实不够专业？问题不晓得有没有表达清楚。哎呦，
第一个所谓的中国为什么钱这么多？其实我刚刚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觉得中国的导演也没有那么我们讲的那么的自在，哎，他们有很多比如说限制，那些限制可能是创作或者是审查制度，这个中国很多导演自己也讲。然后其实当然我觉得地大物博嘛，什么人都碰得到，那这个也是因为也可能是钱多吧，比如说中国开始出现了像白日焰火推拿这样的电影，后面的投资者不一定是喜欢艺术电影，或应该不能这样讲，应该说你直接去看投资者看不出来这个投资者为什么要投资这部电影，但是他们投资了。但是目前这些情形，当然比较遗憾的是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发生。这个东西我可以讲多一点，然后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探讨。比如说之前 Sherry 我有从天下拿几本书在讲台湾100年的演变跟产业的发展，我从来不了解台湾的发展史，但是我开始现在要拍台湾嘛，我觉得要诚恳去了解了，所以我看很多书，台湾的历史，台湾的脉络，因为我发现原来以前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或在台湾上很大的制造业 IT 这些产业，原来他们一刚开始是受到国家很大很大的资助的，这些资助包括说这块地本来5亿，直接给他500万，100万就给他了。但是呢，我要讲的这个是这些资助到现在为止，如果是中国大陆他们没有资助，但是中国大陆你会发现跟韩国他们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去赞助他们的艺术家，那些赞助可能也有目的也有他的品牌，但是他们至少赞助了，包括设计师，包括服装设计师，包括艺术家，包括导演，包括影展，去赞助这些他们国家的人在外面站出来或展示出来。但是我做电影那么久，我时常去到外馆遇到我们的文化部人员，他们都苦哈哈，他们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这些以前早期受过比如说政府实际的资助的这些企业们，我自己至少没有听过，但是有很多外馆的人跟我说，可能连帮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申请一张去伦敦的经济舱机票都找不到赞助。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有资源的企业是不是应该可以想一点，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做一点什么在文化上去帮忙。但我觉得拿人手短，你去跟人家要钱赚钱的人也很辛苦，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去跟他们要多少钱他们应该赞助，是应该社会要去想，比如说企业以前在台湾是受国家扶持起来的，一刚开始没有帮大忙也帮了小忙，但是相对韩国日本还好，韩国跟中国大陆你会发现，拜托他们在外馆办影展办得像家教，砸钱不手软。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经济也有关系，可能我们现在本来经济就不是那么景气，那中国大陆世界上他们经济就比较好，所以相对有很多钱多的人开始想说，哎，那我也来投资一个艺术家好了。所以你就会开始发现中国大陆有很多集团，他做地产公司，他做 IT， 他做电脑，但是他居然开始投资艺术电影，而且投资那种可能不会赚钱的艺术电影。这也是刚刚回到你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比如说文创要去找投资都是找到了政府，找不到，没办法找到企业。那慢慢的，当然一些企业做文创，他的想法比较是商业模式，就是来想象创作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也是中国大陆目前很蓬勃的，你可能很难想象，可能有人会找贾樟柯可能3000万人民币去拍一个短片创作的，我只是在举例，对，你很难想象这个可能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但是在中国已经无限的发生的了。那你说我这样讲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就比如说资源很少，他们资源很多？不一定，因为中国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导演很穷很苦，比我们更苦，在拍他们的第一部作品。
在你问之前，我觉得各位请比利再谈一下，就是说这样讲讲台湾好像很好像没有什么优点，在这边做创作做导演做电影，但是我记得你跟我讲过，就是说就台湾的自由度其实是它一个很重要的资产。虽然中国现在是超级的资本主义，尤其除了政治这一块，它其实都金钱游戏规则，可是他们在创作上面，还有在活跃精神上面，他们的自由度是比我们薄弱的。那也听过蔡文亮导演就是说，台湾会很自由，所以各种可能的剧本和想法都可以在这边落实，会谈一谈这一部分。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就是不只是台湾的自由，还有我觉得台湾的，因为已经是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的这种多元跟人文，或者是不是那么势利跟功利主义的东西，还是存在于艺术团体，或特别是我们做电影，或者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在中国或在我们缅甸以前我家乡，你是一个导演，那赵德胤已经代表台湾参加奥斯卡，已经是每天上报的导演，那赵德胤来跟他见面，势必是在很高级的餐厅开这一台 BMW 或马或宾士，非常有保镖那样，他们是这样想象。所以当你赵德胤去是搭了一个货车，他们会因此而不想跟你谈生意，但在台湾不会，在台湾我们的前辈李安、侯孝贤每个人搭公车，所以味道他们骑摩托车，你懂吗？就是我在讲的时候，台湾已经是有一股这种以开发国家对艺术或对人的相处之道不是那么表面的功利主义，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在台湾，就是为什么苦哈哈的导演还是可以很有勇气的创作，这也是一环。另外当然就自由了，台湾你可以创作任何剧本，你要骂总统，你要炸毁总统都可以，我讲你的剧本都可以这样去创作的，不会有限制，是全然自由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这么见得。对，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下也会出现一个创作的瓶颈，因为你太自由了，所以你心中要去冲撞跟抵抗的东西很容易留意个人的冲撞，你的格局就变小了。比如说我在讲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去抗议一个东西，这个抗议一个东西变成一个艺术创作的时候，你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格局要非常非常重要，你永远去站在一个去检视它，说哎，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抗议的东西的艺术创作，不管是装置艺术、电影或纪录片，那你怎么样去把它提出来拿出去，说这个除了我个人情感跟我族群的感情我要拍它之外，它在艺术的领域里面、电影的领域里面它扮演什么位置，这种高度我觉得是我们比较没有需要去学的。我也觉得我们这几年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抗议场合都很不合格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科学去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啊，还是科学的，还是科学跟专业的，就比到底这场戏要怎么拍，拍出来这很奇妙啊，就是一千个人的戏，有的人拍出来就觉得很震撼，有的人拍出来就觉得就是怪怪的，就是我讲这个就是不是说去批判个人情感的自立啊，我是要讲说其实我自己拍这种冰毒这样题材，其实有些时候战战兢兢，因为你后面附带的是别人对你社会关怀或社会议题的庞大诠释，意思是说你处理得不好，你会辜负了这种题材，因为你拍摄的是真实的东西，但你处理得不好，它就沦落于，你知道，就不够有力量。那我觉得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们这些东西处理得比我们成熟，比我们好，这也是回归到刚刚讲的演员好了，他们为什么那么成熟，是因为第一个他们已经从那么多人里面跳出来是不容易嘛，第二个就是这些跳出来的人的生命经验，就背后所体验过的东西都是艺术家很扎实的体验，这些体验骗不了人，你有100亿也做不到。那实际的当然就刚刚讲的嘛，有落差，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哎，我要找4000万拍电影，台湾这边或者就会觉得，哎，你好回收吗？但是对中国来说，他们现在，比如说就我这种位置的导演在那一边，他们那边的导演来拍电影，可能6000-7000万台币对他们来说是，就是他当成天使投资者这样，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专业的演员训练学校是必要的吗？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非专业的一直出来的人，都不是从专业体系出来，这件事情对产业好还是坏？我觉得当然是好事啊，因为比如说你去看全世界的所有导演，也没有几个是念过电影出来的，包括演员，那这个是好事。但是反而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应该去问说，那我们的这些学校到底训练出什么人，应该要这样问吧。其实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社会训练，他出来变成一个很好的导演或演员是好事嘛，本来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一个公开的论坛有讨论过，像杜哥、杜秉植他们，他就提出一个概念，他说他做声音，但是呢，现在台湾的学生被毕业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直接毕业就来做声音。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说在学校里面完全没有做扎实的训练。但是学校里面你说你要怎么去规划做扎实的训练，我觉得那意义很庞大。包括说比如说为什么同学都想当导演，不想当摄影师，不想当编剧，不想当制片，不想当美术，为什么只想当导演？某个程度上是导演这个职位的确是看起来比较浮华一点的，就时常都很喜欢就是吹牛啊，找钱啊，好像媒体都是导演在上新闻啊。但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的，是我们在电影学校应该对于很多很科学的导演的功课，或是摄影师、剪接师这些人的功课，据我所了解，在学校是没有训练的嘛，没有扎实的训练。我再讲多一点，比如说在纽约、在美国、在欧洲，我们当个导演，要做一个导演，很多学校不是那么简单的。第一个，比如说你在你 production 里面4年要做5部电影，第一部比较叫默片。意思就是整部电影15分钟不能有旁白。第二部叫做音乐电影，整部电影有音乐，很像 MV， 但是又不是 MV 那么简单。第三部比如说是这种，你用声音来诠释电影。第四部可能是剧情片，第五部是纪录片。那我们的体系里面有没有这种训练对导演？如果没有，我觉得当然就是导演，就是他的扎实程度还是欠缺嘛，对啊。那所以我们再容纳两个问题好吗？大宝你好，就是刚才你的演讲过程中说到很多台湾专业训练，那这个专业训练的处分到底什么？是刚才说的所谓的教育体制，还是的大环境？台湾就是对于艺术和文化的重视是不够，所以才造成这个。到底我觉得就是把问题拉开，也不敢讲那么大，说到底是台湾社会有没有去重视艺术。应该是普遍性是没有了，就说台湾的整个社会，或是比如说俄罗斯好了，俄罗斯这个国家它很强大，但是可能大家去探讨会研究会发现，俄罗斯学 MBA 的人他是要念俄罗斯的托尔斯泰跟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必修，俄罗斯学就是所谓的财管的人或电脑资讯的人，他也要读杜斯托耶夫斯基的。那我们台湾我们要读什么呢？对啊，这个你懂吗？我们还不是没有，是有的，是我们的教育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是不是应该要去培养呢？像法国好了，法国这个国家时常他们自己都会自虐，说自己训练自己说，
啊，其实我们国家现在也很穷，也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呢，我们在文化上永远要影响别人，所以法国人会来找我，会说，哎，赵明，你的案子我们给你1000万。但法国人不会抗议哦，法国人说，哎，你为什么要去给一个非法国人1000万去拍电影？法国人就说，电影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当然要帮助他们看一个台湾小孩怎么来拍我们的电影。你知道，就是他的思维不一样的。那我们台湾有这样的思维吗？可能比较难。那比如说影像教育，就是这个东西是跟观众在一起的，并不是说我们培养了导演，导演拍了电影，那观众就会说啊，这个电影不像变形金刚那么好看。所以法国的影像教育，比如说国中生、国小，他们的课堂里面有一门课上的，比如说他可能一个学期有那一门课上的是什么？上的可能是楚服的电影。那你说是很简单的，只是来讲说啊，楚服拍了一部电影长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它很难的，它里面有分析楚服的隐喻，对社会的反叛跟批判，跟政治符号。你说，哎，一个国小、国中怎么会懂这些东西？他不管，他就上。然后，所以呢，你说教育这个题目，我觉得是蛮大的。如果你说，如果我们当然，比如说可以建议跟规划，当然就希望说，哎，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高中，一个学期也有一门关于影像，影像我不讲是电影，可能是绘画，可能是照片，可能是装置艺术都可以，但是相对我们比较缺乏这个。对，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这样来讲比较属于是结果论啊，因为我们也要有责任啊，对啊，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导演，我们只能好尽量去拍电影，但是所以我时常比较不会去参与那种所谓的提供什么决策，说要怎么改变台湾的，因为讲多了其实他做不到，没办法做，只有说每一个人默默的去为这个产业讲开一点，其实把自己做到最极致，我觉得就可以改善这个产业了。我觉得赵德胤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就是他永远不求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是自己去做，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一个绿色衣服的男生。导演你好，我今天觉得听得很开心，因为我不是读电影或者喜欢太多。那导演讲很多导演不会做的，在产业里面，他日常生活里会嗅到的各种演员啊、经纪人啊这一些的接触，我觉得听得很精彩。那我想请教的就是，刚讲到台湾创作自由度，所以我觉得我想要问导演，就是在台湾的话。对于吸引外来电影工作者的条件，跟机会，对我们在台湾的人来说，我会蛮期待的。像赵导，然后像蔡导，吸引台湾能够吸引到这样子的人才来。那我们台湾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条件，也吸引一些像中国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工作电影人来台湾？对，那这纯粹是一个相对的。我觉得就是最后还是没有客观的条件了啊。我坦白讲，就是说我16岁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吸引，就是台湾比缅甸好嘛，来这边打工可以多赚一点钱嘛，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到现在说，比如说包括之前李安导演拍了《少年拍》，有吸引了一个美国的后制公司在那边高雄。设立那个后制公司，但是最后也是这个公司倒了。当然不是因为台湾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美国那边后制公司的产业本来就受到印度跟中东跟很多加拿大廉价或低价竞争的关系，然后后制产业在美国目前也一直是岌岌可危。那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我自己其实比较保持着这种所谓的没有客观性的条件吸引人才。目前客观性的条件就是包括待遇啊，你怎么会竞争的过别人，新加坡比台湾好，中国大陆更不用说。对，
我觉得就是吸引不了不说，连现在我们的人才都已经被吸光了。对，如果大家知道香港跟台湾现在所有电影产业里面很顶尖的人才，其实已经在中国大陆了，这个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对啊，那喜欢结尾了吗？我觉得要用正向的力量来结尾。刚刚问赵德颖，就是不管是在电影产业，因为今天的观众都来自不同的产业，那台湾在世界的版图的位置已经就是它有它的局限性，那资源小，那市场也不够大，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是说我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 perspective approach 去看自己所在的台湾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 action 然后可以 move on。 我自己其实就这一两年都面临，就是坦白说都面临所谓的职场跟生涯上的规划跟转变，因为慢慢的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朋友就是邀约去别的地方发展也好，拍电影也好，我自己就一直想要留在这边，其实是某个状态，就是还是生活上的这一种就是熟悉度吧，或者是自由度，我觉得就是想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想留在这边。但是站在说整体的要怎么样，我觉得跳脱出去，我觉得我其实是蛮乐观的，就是说刚刚我讲了那么多，其实是我自己蛮乐观的，是在我自己的团队跟我自己的接触的领域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资源缺乏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是怎么样可以去接受自己就是勒紧腰带饿肚子最极致的那一种挑战。就因为资源好像回到6070，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讲多年了，面临很多全球化的很多条件下，我觉得每一个产业都应该要以身作则的来示范说，好，我今天你把我的资源逼到最后，我还是有这个领域里面的可能性把它爆发出来。那我们在电影产业，我们是也不说示范，我们也是做了这样的尝试，慢慢的就把它怎么样做得更大，只有这样。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意思就是说如果薪水差的时候，好，就开始规划我每天一个便当吃三餐。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困难，因为我们比这个更苦的生活都过过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产业都是好，既然现在资源缺乏，我们就把自己再刻苦的逼下去，但是只面对最核心的问题去做挑战。就是比如说薪水低好了，一直去讲没有用了，但是除了实际在这个产业里面做出什么东西去带动之外，我觉得其他好像于事无补到，你要去争取，这个争取里面我们要用什么实际的行动去做，我觉得在我这个产业我自己目前还没有这种能力跟思维去探讨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把这个产业带出来，但是我有能力去设想，我下一部电影我带动了多少个东西，这些东西里面我一定会把台湾这个东西突出来，在亚洲也好，在世界也好，我都这么想我自己。对，当然我也有心理准备，你说我这5000万突然有人不给了，你觉得好啊，又回到300万拍片，至少300万现在很简单了，500万很简单，5000万可能难一点，以前100万50万都做了。我是觉得在创作这一块各个领域关于创作的，我觉得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了，因为毕竟你要志气要吃饭，你懂吗？最厉害的那个就叫志气。我觉得是要做结尾了。今天这样，谢谢赵德颖，他让我看到，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来的，就是那个3090年代跟我爸爸妈妈过的是同样的日子的人，但是
你也可以看到吴可西，他是跟我们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空的一个人，但是他也可以重新让自己在这么资源缺乏的状态下去磨练自己的演员的功夫。那你现在觉得在台湾还有水土不服的感觉吗？我其实现在就变成就是没有水土不服，但是我现在开始要来拍台湾的时候，我一直有跟前辈几位导演请教说，哎，我感觉我都不了解台湾，我最近已经看了很多台湾史或台湾的研究了，但是都感觉哎，好像都不太了解台湾了。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因为我真的这样感觉下来，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一点水土不服或他不了解的时候，他的那个最远处的创意，因为你会有给自己很多的框架和局限，所以我想赵德义在不同的国家，然后在台湾也给游历，他一直让自己处于最extremely 然后边缘和极端的状态，所以他很饥渴，然后他不浪费时间，他的时钟永远调快半小时，因为他来到台湾的每一刻他都没有浪费时间。所以我想今天也不一定是你们都是要从事电影工作，但是我想因为有很多年轻人其实他就是一个 role model，虽然你说太沉重了，对，不能这样，应该说不能每个人都去，应该说每个人应该 role model 都是他自己了，这样。我们是不是给赵德义一个热烈的掌声？1月9号，《天下杂志》会出一本赵德义的书，因为我同事在后头，他盯着我。对，其实那不是我的书啦，应该是说，那是一本，就是说，其实就在讲这几个台湾年轻人怎么样，在这10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拍了冰谷这样的一样。对，关于他，就是关于这个团队的一个冰谷的幕后，对，就是关于电影、关于人生、关于台湾、关于缅甸的。OK， 好。谢谢赵德义，再给他一次热烈的掌声。